王总，您这边请。得意什么？公司有你这种人当老板，迟早倒闭。王总好。嗯。王总好。王总好。王总好。这当老板的感觉就是好，谁见了我就像八姐。站住！你有什么事吗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见了我连招呼都不打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我不认识你啊，你是谁啊？哼，你连我都不认识，我看你是不想混了，赶紧收拾你的东西滚蛋。我又不认识你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我是这的老板，酒店的主人，只要你是酒店的人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你，哼，姓王的，你装什么装你？你看我们不爽，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你，我看你也不想干了，是不是？哼，我们就是不想干了。刚刚林氏集团给我们打电话了，说要花两倍的价钱挖走我们所有员工，你自己一个人待在这个酒店等死吧。哼，走，哥带你们走。走，我们也不干了。我们也不干了。对，走，不干了。哎、站住，站住！干什么呀你？哎，你死丫头！哎，是集团林一龙，是你故意和我作对是不是？你给我等着！林一龙，林一龙，你个王八蛋，给我出来！你好，叫女士，这里是林氏集团。请你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！你给我滚开！我把林一龙叫出来，要不然我拆了你们林氏集团！队长，有人在这闹事儿，报警吧！哎，别报警，别报警！我是你们林总的丈母娘，有点家事要找他。就你？我们林总的丈母娘，你也配？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快把你的林总叫过来！队长，报警吧！哎，不能报警！不能报警！哎，你还敢抢东西？队长，赶快带电话过来，这个歹徒很凶狠。哎，你神经病啊你！我什么时候成了歹徒了？我什么时候抢东西了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不像个正常人。你简直要气死我呀你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林总，这里有歹徒闹事儿。我已经通知保安队长带电工过来了，这个歹徒很凶狠，还请你离开，免得误伤你。你笑什么笑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丈母娘，你就眼看着保安让电工电我吗？不能对我们林总无礼。小张，你下去吧，这个歹徒我认识。不，我要保护你的安危，这个歹徒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才不是好东西，你们全家都不是好东西。这是我林氏集团，不是你家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哟，你了不起了，你现在是林总了，你装什么蒜呢？如果你来到这里是给我说这些话的话，我听到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保安，把他赶走。回来，林总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公司的员工都被你挖走，你干什么事呢你？什么？你的公司？你什么时候开公司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别装傻了你！我的员工都被你挖走了，我现在公司开不下去了，你得给我赔偿。你的公司开不下去了，关我什么事？有本事你多花点钱，把他们请回去啊！你少放屁！我再有钱，我也没有你们林氏集团有钱。你想赔死我呀你？没错，我就是要赔死。我不仅要挖走你的员工，我还要让你因为没有员工而耽误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，让你赔偿。你等着倾家荡产吧你！你不可以这么做，我好歹也是你的丈母娘啊！哦，你忘了，我和映雪已经离婚了，你和映雪也已经断绝关系了。你是我哪门子的丈母娘啊？嗯，是不是程英雪的小贱人
在你面前告我的状，表面一套，背面一套，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欺骗我是不是？你给我闭嘴！到现在了，你还敢说映雪的坏话？映雪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，竟然还抢走她的一切，还把她赶出家门。可是她自己给我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以前我还看在映雪的面子上饶过你，现在再敢惹到我的头上，我就让你知道林氏集团的厉害。你吓唬谁呢你？不信你可以试试，你最好祈祷映雪别出什么事，要是她伤到了一根汗毛，就会十倍的让你偿还。你对映雪这么好，你心里是不是还有映雪呀？这样吧，你给我点钱，我把映雪劝回来，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。你想要多少钱？哎，十个亿行不行？你们林氏集团家大业大的，十个亿很简单的。多少？十个亿？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你都是家欠亿的，就凭你对英雄的感情，别说十个亿，就是一百个亿，你舍得出是吧？哎，十个亿换一个女人，多划算啊！林一龙从来都不打女人，但是你根本不配称之为人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都算是轻的，你说的这还是人话？映雪是人，不是你手里买卖的货。母女这么多年，我以为再怎么样也会有点亲情，没想到你根本就是掉进钱眼里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养她这么多年，拿她花点钱，这是应该的。钱是吧？会让你一无所有，大街上要饭。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对我，你不能让映雪没有妈呀。不是为了钱和映雪断绝母女关系了吗？你现在知道你是映雪的妈了？那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什么也不跟他抢了。有我在，你以为映雪会缺你那点钱吗？但是你给不了他亲情啊，英雪他爸没有了，你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呀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对英雪更好的。哼，你这种虚假的心情也就骗骗你自己吧。你话可不能这样说，你不需要，英雪还需要呢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对我，如果英雪知道了，她不会放过你的。再说了，城市集团可是映雪一手操办起来的，你忍心看着他倒闭吗？你都忍心抢过来，我怎么不能忍心看着他倒闭？我都说了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他，这还不行吗？等你先还了再说吧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你可以说不能再找我麻烦了啊。我找不找你麻烦取决于你作不作死，懂吗？哎，懂懂懂，我这就去找映雪，把车子房子我全部给她，好吧？你知道映雪在哪里？是。她在你家对面的荣华宾馆1701房，你要想给她道歉的话就赶紧去。你怎么知道她在那里啊？你这不是废话，你把她赶出家门我能不看着点吗？你最好赶紧去，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，不然我看你不顺眼了就改变主意了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，你不和我一起去啊？你哪那么多废话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映雪现在更需要你，如果她需要我的话早就给我打电话了。林总，你真是个好男人。我要真是好男人，我老婆就不会和我离婚，到现在都不原谅。那是他不知道你对他好，咱们大男人做事要拿到台面上来，你在背后默默地对他好有啥用？他我看不见。说得好，我已经学到了，就凭你刚才那些话我给你加工资。真的吗？你这么有钱，拿钱砸死了就行。哈哈哈哈，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，我看上的人
偏偏就不爱我的钱，你说气不气？这世上还有不爱钱的人，真是少见。是啊，就被我给见到了。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花样多。好了，去忙吧。好的，领导。幺七零幺，就是这儿。